运动健身不仅有益健康，大脑中分泌的内咖肽也会给人快乐的感觉。蒋劲夫就痴迷上了健身，一改印象中的鲜肉感、肌肉感，有了健身教练的派头。从他的身材变化就能看到身材对气质的影响。近日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己偶遇蒋劲夫，并且放出了偷拍蒋劲夫的照片。照片中蒋劲夫身穿黑色 T 恤，虽说蒋劲夫上身只选择一件单薄的 T 恤，但是却从来没有给人以单调无趣的感觉。当然 T 恤上的白色字母印花起到了一定的点缀作用，这是打破黑色 T 恤带来沉闷效果的最常见设计手段。但 T 恤不显沉闷外，外露出来的大面积手臂通常也会过于空荡，所以这时候手表、手链等配饰就起到了很好的丰富作用。蒋劲夫这是借助了手表来搭配，下身选择黑色的短裤来搭配，统一的黑色款式搭配起来，使整体也更趋于低调沉稳的搭配风格。喜欢就订阅呗。